身高多斤几公斤？我到了90几啊。真的，我哎。量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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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量一下。你们48、50的，我都90左右，两个你们的。还是要量啊，量一下嘛。我很怕。好好好，禽兽你们。我怕太重了。我比较乖嘛，提醒的说的话全部脱掉。我跟你讲，眼镜太重，手表要脱。没差好不好？这么夸张吗？我心机比你们还重哎，这个都要弄掉。好啦，上帝保佑我。91.8，我这人不谎报了，不像你们妹那么心机重，多一两公斤对男生们没什么。哎呀，讨厌的样子。哎，做人就是要诚实，脚踏实地啊！哎，讨厌这个脸，脚踏实地啊！烂账。好，这个固然重要，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如果你有多余的脂肪或者肥肉的话，有人要来教你们，会不会很 care 这个？会。你们平常都有减肥的习惯吗？有。减肥习惯是很好，但是要健康。对。减肥要减得健康。好，我们欢迎今天的老师，谢谢。怎么像 model 一样？忍不住啊！我的 model 的感觉。其实刚刚这样看，我发现这个节目太残忍。你说这样很残忍？很残忍啊！因为其实女孩子啊，体重即使秘密多了0.2都会很 care。像我的单位就是0.2。如果多0.2的话是？就会赶快去那个泡热水澡啊，尿尿啊，就是喝利尿。对对，就会消体重。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小娟现在几公斤吗？妹妹都那么大方了。我都是91耶，哎、欸，你如果91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就死好了。你就那么不行吗？91公斤，你很高哎。对，我以前更重，我最重的时候120公斤，所以现在算是减肥了，胖子。那你现在几公斤？我现在啊，我昨天量没有穿衣服是大概48.5左右吧。是吗？真的吗？48.5。好好容易看，但是穿衣服，穿衣服。那不然这样，49，那脱掉衣服，脱掉跟什么一样量？我们这边限定你可以穿内裤。脱掉的，我们班都不会怎么样，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艺术的眼光，这样子看整个事情。观众朋友现在也是用艺术在欣赏啊，裸女那种感觉。我还没有想要拍写真集啊。好，脱鞋的。对啊。哎，真的要。明明这是掌声吗？这个很重啊。对啊。刚刚有算进去，不然我打90，你起码1公斤呢。这个 mini mic 真的很重，大概有2公斤。那这样帮你扶着。好，那就拿着就可以了。拿着，帮你拿着。很紧张啊。超紧张的。哎，真的。48.94。瘦，你觉得48算是 OK 吗？我觉得我标准应该要掉到45、46。曾经减到多少？对，瘦有到44公斤。那个是极限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你那时候是怎么减？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减，就是年轻代谢比较快，然后就是比较少吃，然后就多运动。可是我想问，就是因为女生减肥的时候啊，脸通常都最后一个消下去，那胸部呢？胸部会减吗？我曾经少到在低减。就是最好的状况是多少？我原本最好的大概有到低吧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它就空这么大一截啊，然后我穿衣服的时候啊，整个陷进去了，内衣在这边，然后衣服这样陷进去，哭哎，就跟男生一样，这么多，很可怜。我们这有 A 减的都有了，有没有说谁标注拉领口？你前面几个小精灵啊？
我曾经想胖过。妹妹，我曾经几公斤？我身高最胖大概有到五十。什么身高最胖？对对对，以我的身高，我最胖大概有胖到五十五以上。五十五？你怎么胖？我现在一五以上。我说你身高在很胖。以上真的，嗯，然后我很久没量，因为我记得，然后我不高啊，反正我那时候胖最胖胖到55以上。那你怎么减下来？催吐。那个吐真的是不是很好，元气大伤啊，吐到头晕。我后来就没有，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吃太饱，然后跟朋友两个人就是说怎么办吃太饱，然后就说啊，那我们把它吐出来了，你就一起相约去厕所吐。还要约哦？对，吐出来没？啊，那吐出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马上研究就多喝水啊，要吐的东西比较多之类的。那你有没有带以前的胖的照片？有没有？你没有吗？我没有。妹妹的有没有？妹妹的看一下，有以前胖的照片的，请拿出来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差多不多。来，大摸你有吗？先看你的。他很闪避。哇，杨优是你还是？哇哎、欸，右边的还蛮胖的。这个胖，这个胖。这个胖。镜头还要再单补啊。哇，你看，杨优旁边就是他哎、欸。你好像文戴假发吗你？几公斤？好了。几岁？真的？国小的时候。国小时候。对，忘记几公斤了。那时候比较胖。对，很胖。来，妹妹，看你的。啊，身上还好。身上还好啊。对啊，心机重。你故意拿那个？没有。的那种。不是啊，很胖的都是被爸爸贴在家里。这有刻意要拿以前拍的漂亮的照片给他？没有没有，这张已经算爸爸又很胖，然后贴在家里的墙壁。没有，那你拿这张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刻意拿可爱的？有没有？妹妹年纪轻轻心机就这么重，你看被其他妹妹们围攻了吧？